其實後面都惡咗啦。就80蚊，佢會帶曬我哋環遊曬月牙泉啊幾個景點嘅。咁我哋預計應該會睇埋日落先翻噶啦。沙漠嗰啲商队 feel 啊，希望我哋唔会遇到沙尘暴啦。今次我哋嘅买卖应该好顺利啊。我哋而家去，咦，嗰啲叫咩咧？市集啦，我哋去市集啦。辛苦咁爬咗一条天梯，就上去睇晒一个浩瀚嘅沙漠啦。有个竹筏滑翻落嚟嘅滑沙，其实我哋上去真系有少少咬底啊，差啲唔敢落翻嚟，我哋惊佢会反。但系殊不知佢嘅速度系好慢嘅，要用两手系咁拨，都未落到嚟。而家上去只脚又攰，落翻嚟只手又攰，成个人都攰晒。不过我哋仲未可以完结今日嘅行程，我哋仲要去月牙泉。再见啦，骆驼，唔该晒。不过其实都几顿嘅。包青天池，唔系讲错咗，应该月牙泉先。不过我哋迟咗少少，如果可以早翻少少，啲阳光射翻落啲，照喺个池度，再反映翻多嘢，残亲我只眼咧，咁就 perfect 啦。好，因为太阳已经落咗山，但我哋想睇日落，所以我哋要令个太阳升翻上嚟。好，发功！好啦，上咗嚟啦，冇咩嘢啦嘛，我落山啦。2015年之前見識到呢個月牙泉啦，因為佢話2015年就會乾涸噶啦，咁頭先仲會見到有啲香口膠啊嗰啲，咁所以人類其實真係要好好咁繼續愛惜呢個大自然，希望喺2016年、2017年、2018年我哋都仲可以見到佢，仲可以翻嚟探佢啦。終於完結了今天敦煌的行程了，可以回來這個龍宮了。你看看我們今天的氣派，就似似一個皇帝。今天的行程呢，其實我們完全撕到了，去了所有地方。沒錯，即其實自己之前一直未去過沙漠，我就很想去一下的，即是海底啊、冰川啊都入過，但就一直沒來過沙漠。但我之前想著自己去沙漠是可以穿背心的咯。咦，咁我哋今日条数靓唔靓仔啊？小春子，我条数咧，咋？唔该。其实淡季有样好，门票咧全部都半价。我哋今日一共系用咗1313.6。我哋俾个摄影师串我哋用词频繁。咁点？我哋而家就一于吟翻佢对联，带下佢。冇错，好。
嚟咯。好，幽谷虎山后千山洞，深潭龙吟四海惊啊！问你惊未？好啦，继续去探。减点五块钱嘛，不买那么多送给我们，那没关系了。那不行，不出声的，大家听下。你讲，会出声的嘢究竟会是啲咩嚟咧？